但是刚才我们的会议里面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，让大家发表。像谈判还剩十分钟，分这个时间其实上回前三十五个人是后三任直接操作。我对这些呢是有些建议的，不知道对方可不可以接受。就是我方希望我们可以一边上课一边进行实际操作。我们希望分成两，我们一共是60天，一共是8周，希望分两每两周分一个阶段。上完行，每周工作日进行上课培训，像刚才我们 CEO 的时间有说过。同时在工作时间，我们要求法方跟大家随时对我方开发视频咨询，并每天至少1小时下到车间去给我们指导，录一下我们的具体操作。并且呢，像我说的每两周的周期，在每两周结束之后，我方。